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？啊啊！好疼！开双院吧。 医生，我这没什么事吧？你手臂擦伤加脚踝扭伤，已经帮你包扎处理过了。回头喝点骨头汤晒太阳，就补回来了。大半夜的，就别折腾了啊！别听他的。 待会儿再去给我做个全身检查。还来？你这一大晚上的，又 X 光又 CT， 查血液、尿肿瘤筛查，知道的是我手臂受伤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怎么了呢。哼，好不容易来趟医院，当然要把所有该查的都做一遍，不然过期不候。以后你要有什么后遗症，可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那个，我有个问题。说。 为什么手臂受伤要来无菌病房啊？难不成你要让我到走廊上跟那些不知道得了什么病的人在一起吗？那你可以不来呀。你以为我想来啊？要不是因为……我说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手臂啊，手臂擦伤算吗？谁跟你说这个了？我的意思是，你以为你自己是谁啊？ 我跟别人打架，你凭什么掺和进来？我是要求你了，还是拜托你了？你过来帮我挡那么一下，告诉我原因，你到底图什么？我就顺手帮一下呗，还能有什么问题啊？难不成看到别人打你，我还不帮忙了？我这人不喜欢欠别人人情，我身上的现金不多，这些你先拿着，然后你再把你的银行卡号告诉我，我让我的助理转钱给你。谁要你钱了？ 我的身体可比这金贵，还指望这个发家致富不成？行，那你告诉我，你有什么想要的吗？短期内就能实现那种，不说出来不许做。啊，你这人还真矫情，那就考研成功。这起码要1年吧，短期什么意思？懂不懂啊？短期，那就。 艺术理论不挂科，就这样，很难好不好？美术史和艺术概论都超级难背的，2门里面能过1门我就谢天谢地了。行，我知道了。知道什么意思？就是你可以帮我了，怎么帮啊？闭嘴，等着就行了。